到这边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四华的这个同学哈，我们就集合到这边来，集合到这边。怎么办？这个你的奖就放到这边，我们叫评奖，然后就直接放在你的船前面这样，就握着，然后放上去，就让它摇，它就慢慢平衡回来。记得只要是船在摇，要干嘛？要评奖。
有看到？看到放帆船有看到吗？对啊。我靠！不要发表情了。照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它是木头。
是这个我们也是学，我们是也是去跟别人学的。那现在终于造完了，觉得还不错，就是。那你觉得船的什么流体力学那个都有学到吗？船的，它大致的船型其实都会差不多，所以流体力学它其实已经算蛮顺的，它就是滑起来轻轻滑就好。那转弯那个就是，其实就是因为它长，那也是。其实转弯不好转是正常的，只是我没想到真的那么难。是持续去操作一下，对，我都滑那么大力，怎么觉得它还是直走？我只滑右边呢，应该往左转，然后就还是往直的走。对，就那个转的幅度太小。好玩吗？那你现在滑的时候，在前进的时候会不会很吃力啊？前进不会，它滑其实轻轻滑，它就前进就前进就对。对你们做的蛮流畅，比较快。对，就是它船型。它的特色就是，对，它就是直线，然后转弯会比较难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你第一次滑吗？以后滑久了，滑很久了。对啊。然后看你都没有在滑，加这个桨运动它就是太宽，对。很会停啊，回到就对了。它就是比较粗的一个桨，对它比较窄。哦。这个船这样子桨没有可以在一起，所以这个是桨的问题，就对了。它们两个没有可以在一起。马上就断掉的感觉。你再看起来，它这个不是的，其实它是它被绑的绳，然后这个快速旋转出来的绳，那它其实讲的是体验的一种设计。那如果说你它像国外有做像独木舟法的，它很漂亮的木桨做的，那你可能要花50000块钱。那实物那个国外的专业师傅就花很多时间去做，磨得亮晶晶的，那就不同的想法。
这个过程走一趟，所以我从发想，我从设计形象，我去做材料，怎么样做龙骨，怎么样做肋骨，然后你看到说，因为用布分它就是氧化的，造成一个很麻烦的部分，就是这个曲面的形成，所以它都在各种方面寻求一些特别的方式。但是我今天要到更久的船，更我就用我们这个更大的船，它就有不同的考量。对，所以这样船你不会提到它，它要二十年，然后跑去高雄港外面钓鱼，那是别人的事。对，但每一个东西都有它适合的运用。这次的精神就是让他们最节省的方式来完成。对对对对，那你看在木料的使用上面，让你注意到它必须限制它的重量。对，那一个是这样子取得性高，那容易失重，然后再来看一下，所以这样它才有可能变成它的推广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以前造船是，以前我们台湾高雄在造船是说，哦，我这艘船，比如说那个热骨是这个尺度。Thank you.
好玩吗？你们现在那个他们造船的那个形状的话，是不是要介绍一下？还是怎么说？你可以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会的，真的，他在拍网站，有创作了就对了。他当然有一些想象，有一些创造，那然后有一些已经我们已经知道的。那反正再怎么样，他不是那些自己容易操作的。向后滑的。哦。
慢慢就累积很多东西出来的。太多到这边去再给它砸出去，因为它这风太大。它这个脚没办法。天哪，我买一起，买一块砸掉好不好？我给它加多少点？我给记下来。朋友跟家长还有更多的就是朋友一起来玩的，那我想他也是我们两个创业的重要的。
的朋友，因为对海洋有兴趣，对船舶有兴趣，对社区参与有兴趣的朋友都很好。有愿意听水的都可以来参加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说我们现在为台湾创造一个当代的海洋文化，真的是海洋国家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